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收看大法古节目。最近社会上暴力之气好像越来越严重了，一言不合就可以大打出手，甚至动刀动枪，置人于死地，家庭暴力的现象也日益严重。为什么现代人的火气那么大呢？纠纷和争执是不是一定要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呢？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。法师，您认为为什么最近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暴力呢？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人的生活越来越紧凑，人的生活的空间呢越来啊越小，还有人的这个生活的情绪啊越来越烦躁，这有关系。本来说这个暴力或者粗暴、这粗鲁，都是粗人呢，这是野蛮人呢才有的动作。其实现在不是，现在这个有暴力行为的人呢，多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，甚至于这个有博士学位，甚至于在社会上他们地位都很高的。那么像这些人为什么也有暴力的行为啊？这个我想可以从几方面讲啊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认为啊，从这个法律讲理讲不通的时候啊，或者是法律上没法保障，那么理论上讲不过去，讲不通，他就用暴力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一时间的冲动。两个人争执的时候啊，谁是有理的很难讲，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啊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。所以是这跟人类的战争也是一样的，战争不是讲理由的，战争是讲你和我之间的冲突，意见的冲突，利害的冲突，这是啊立场的冲突就会发生战争。因此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边呢，也发生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呀矛盾和冲突啊，常常会发生，小这家庭的，大这国家的，乃至议会的，他们都是非常有理智的人，多半是。对。这平常啊，他们写文章会写，演说也会演说，他们都是可以说是为人师表的人，他们都是有很高理想的人，他们也希望能够救国救民救世界的人。但是呢，他们也会动武，也会用说粗话，也会呀、要人家你要你的命或者要他的命，像这种情况啊，都是在于啊，我们那个社会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形态啊，不能够让我们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好好的思考。那么就是说有一点时间思考，也思考的不会那么完整。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接触啊太频繁，而接触的时候啊产生的，只要产生一些观念上的冲突和意见上的矛盾，还有利益上的冲突，他没办法解决的时候，没当下解决的时候，马上就成一种暴动的一种啊暴力的事件发生。只要我们能够啊把心胸放大一点，眼光看远一点，把情绪放松一点，不要动不动啊诉之于这个情绪，诉之于情绪的任何事都会发展成为暴力的这个现象出现。因为情绪就是不讲理性的，人都是一个感情的动物，如果感情的一种泛滥或者是感情的冲动就是情绪，如果情绪不能控制就变成暴力。是。所以说呢，在我来讲啊，这个人有情绪，人有感情是正常的，人有情绪啊也可以说是值得原谅的，但是从情绪而变成了暴力呢，这是在很遗憾的事。如果我们呢多做一点呢修身的功夫，多能够对于这个社会的实质的现象啊多做一点分析或了解的话，不需要说是马上就要解决问题，问题不是说动武动暴力问题就能解决的。事实上凡是动暴力的结果啊，问题不是用暴力解决的，而还是啊用理性的谈判呢，或者是呢来疏导啊这样的解释要解决的，不是暴力能够解决。还有一点，凡是经常啊动情绪动暴力的人，在一时间好像是他是占上风，可能是占了上风的，但是呢像这种人呢，时间久了，年纪稍微大一点以后啊，吃亏的是他自己。
他是对人给人家的一种形象，就是这个人呢很可怕，很可怕。你只要碰他一下子，就可能要你老命的，那最好少碰他。所以像这种人呢，一时间可能呢有一种说热血奔腾，能够好像是为社会啊，残暴不平，能够啊为社会带来了一个新的观念、新的风气，好像是还有一点道理。但是从长远看呢，这些人自己吃亏的，而且呢，事实上，这个为社会啊付出的成本呢相当的大。我想我们站在一个宗教徒的立场啊，我不希望这种事件发生，而希望大家能够啊，和平相处，能够疏之以理，不要疏之以武力。对，这个文明的社会的人，有文化的人，为什么动不动就是用口骂、用手打呢？这是实在讲啊，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或者是啊文化人类的呀、啊、一个啊、一个讽刺。是，法师您说的很好。可是很多人事后呢，他也很后悔，他也很明理。可是当时呢，他就不能按耐住他的火气。那么当时呢，他就爆发了。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他要怎么样的来提醒自己，怎么样的来按耐住自己的火气呢？哎，往往跟那个这个面子有关系啊。很多人就是面对着另外一个人或者一桩事件，他坚持他自己的观念，坚持他自己的立场的时候，那如果下不了台，他就是出自于武力，就是暴力事件发生，他是面子的问题。但是如果我们呢，遇到任何事不要考虑面子，而考虑长远计，考虑啊整体的，那可能这种问题就少了。所以很多的人都是眼前呢，眼前放不下自我的身段、自我的立场、自我的面子，为争一口气、争个面子，才会发生这种事。如果我们有一点呢，这个宗教信仰，或者是最好来学打坐了，能够有一点禅定的功夫，这种事件不会发生。是，那么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叫忍辱啊，那这种精神是不是在化解暴力的时候呢，或者是说来按耐自己的火气呢有帮助？是啊，这个忍辱的意思并不是说忍气吞声，就是说逆来顺受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忍辱呢就是说遇到任何冲击这个和强大的一种啊刺激的时候，还能够啊接受它、面对它、处理它，这个叫做忍辱，而不要疏之于暴力，而是用啊这个理性的，还有呢用慈悲的关怀，用理性的呀疏导。如果这样子做的话，这问题一定能解决。心平气和，如何的来处理它，来啊协调它，来解决它。所以是要用智慧，而不是要用暴力。是是，非常谢谢法师的开示。节目最后呢，我们就再来回味一下圣严法师最重要的开示。